今天老婆不在家，买只烧鸡。好啊，竟然背着我吃好的。先把他筷子拿走。咦，筷子呢？给他再来点惊喜。哎，回来了。嗯，今天专门给你买了榴莲。这榴莲一定很贵吧？你慢慢吃吧，我先去拍摄衣服啊。行，老婆今天也太好了。嗯，什么时候盖的盖子？啊？屁股上。